然后塞奶嘴在拍屁股，因为刚刚摸他要摸你耶，你要给妹妹摸一下吗？嗯，很恐怖哎。他要给你，他是摸哥哥的脸，意意思的的。而且你下午有时候要他睡，就是我婆婆都说，哦，我有看到，硬强硬他睡，他才会睡那种。嗯，哇，超嗨的。哦。从小就不喜欢睡觉。玩。今天是有到九点，但是平常因为要上班，大概七点半就。娃变小了。对呀。下午才睡，下午一定要睡，不然他晚上会超凶。再一次。再一次我吹，好臭哦！好要吹哦！好臭！你再吹大一点哦！球球，你球球，球球，你拍拍，臭！不喜欢这样子打。我从外面打到了，哎，撤！哎，撤！你要不要一样？一定要按着哦。没有，就这样拿着。那你看，他有在闪红灯，就是在拍。那他蛮广角的，140度啊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拍到意义。嘿，可以。累吗？会累吗？我本来一般在家就是只有穿内裤这样，然后再拍他站旁边，结果也是都录进。被妹妹攻击了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犯罪现场。好可怕哦！你看哦，不。